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一直忘记这个名字，Hall of VR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对，但是我没有先去找玩家，我们可能会去 AI 去跟 AI 玩一下，练习一下，因为我不想当雷队友，因为这个真的是跟你在用滑鼠键盘玩枪战游戏真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先选个地图好了，先选一个比较，好，先选一个比较 ，what？ 先选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，然后用一般难度，走，哇，哎呦哦，耶，这么快就开始了，等一下。我都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啊！一开始进来就那个，哦，这个蹲下，这个蹲下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！等一下，我的枪，队友都应该死光了吧？这个，这不能买枪吗？那边有，那边有个，这边点射，用点射，等一下，那边一个，哦 ，shit。那边一个，哦靠，超难打的。那边一个，哎，好像是对，哎，剩我，完蛋了，快那边，没子弹，快，哦，死了，快，有没子弹，太快了吧。这边，挂了，快，子弹，来啊！挂点啊！狙击枪！哦，他这个好像是随机给你枪的，快狙击枪！我的狙击枪真的，你现在就知道狙击手多厉害了。你看这个超不稳的，等一下，这个真的很不稳。等一下，我要瞄准，我要找人。这边没有，这边一个啊，没打到。快！队友等一下是死光，这真的很难打。另一个快，哦，没打到，真的好难。队友一直挡着，这边一个，帮他快。这个真的很难。这边一个，没有中，超难的这个。人呢？快，我们往前面对。哦，这可以买枪啊，只是它会自动先给你枪。哦 shit， 快，我现在是完全是蹲着的状态。快点那边，狙击，这，啊，哇，没有，哇，这边一个，没有中，又没中，这边一个，没有，真的很难打。有，一个，这个，没有的，这么近应该可以打中了吧？屁呀，怎么可能没中？没子弹，这个要怎么中子弹呢？快！有，这么近就打到了，对，那远方，哦，这狙击好玩。不过东西这个很不稳，你双手要悬空这样子瞄，真的超不稳。太远有没有中都不知道。shit， 我不要用狙了，我先换步枪。我先换步枪。哦，对，有一个。哦。然后干了两个，哦，好的开始，这边用点射，太远了，来了，哇 ，shit， 挂了，我换枪了，哦，快，这边远距离。
现在不会再说什么电影里面的人开枪准度很差了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，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啊，超难啊！队友一直跑到火线上，我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。哦，超爽，超爽，真的超爽，爽到爆，爽死，真的爽死。那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，这边还有。感觉三十颗子弹根本就不够用啊！好，这边占上优势了，我们开始推进了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哇，挂了！给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哦，有两个，两个挂了，两个挂了，这边一个。啊，没子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快快！哦，这边一个，哦，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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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太棒了！哦 ，M4 好用 ，M4 好用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哦哦哦哇！小仙看，我本来掏小仙打他，结果挂了，来不及。哇塞，给我弄这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上，哦哦哦，他都已经是上膛了，所以我就不用再拉了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这边架机枪，扫的用扫的，用扫的用扫的。哦，队友滚啊！掩护队友，掩护队友。哦，真的超，这个后退力真的超大。扫他，扫他，扫他。没子弹了，没子弹。哦。哦哦，这个中弹真的超慢，快快快快扫！扫 ！OK OK OK！ 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过了过了，哦，爆头哎、欸，爆头！快快快快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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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扫死你扫死你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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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死你！哇、哦，爽！爆头！哇，没子弹了！小枪，小枪，小枪，快点！小枪！啊，血！啊！每次小枪没有一次成功的。狙击有没有？狙击有没有？这边买一下。哎、欸，这、欸、不能买哦。好吧，不能买枪。那只能那个用它规定的。哎、欸，我赢了！耶，赢了！爽啊！你看我杀最多24个人。死四次，太赞了！那可以重来吗？所以他们还继续在打啊？不是我们赢了，为什么还？哎，你看我做什么？你看我做什么？所以现在什么情况 ？Hello， 帅哥，嗯啊。嗯啊，哦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好吧，看来应该是要重来，直接用正常的，我们再玩一场，我们都刚才忘记丢手榴弹那些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等一下，换图啊。我要玩刚才那张图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哦吼，这把不错，这把不错，快，先用点色的，哇，这个真的超爽的哎！各位真的，如果有机会买 VR 的话，一定要玩这个游戏。这边点色一下，你们以后看电影那种什么准度很差那个，你不能骂他们，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，不是你想象这么简单，你要注意队友在哪里什么的，你才可以开枪呢。我们队友超冲哎、欸！我这边一个出来了，打他打！挂了挂了挂了！这边有一个出来了，哦帅，队友队友 OP！ 我、哦、这把后坐力很大哦。
快。我这后坐力真的，哇，两个，快点！爆火！我撞到椅子了，小枪。小枪打不死啊！快！哦，大枪快，换子弹。队友快撑不住。呜，哦，又一个爆头，这边一个，哦，没子弹了。超好玩的这个。这边一个，快掩护队友，哦，帅，爆头。好玩，这个好玩，真的好玩。队友一直打，快！哦，血哇，太多人了，他们太多人了，我们挡不住。哦，鹰眼哎，这把我倒是没玩过。我们他只给我把小枪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后坐力我觉得应该不小了，快！有没有搞错吗？这个根本打不到人吧？这个后坐力，有死一个，哦，没子弹了，好爽哦！双枪，快点，双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哦，没子弹，全部都没子弹。这怎么办呢、啊？我先把那个丢掉。哦，双枪看也行不通了。哦，是，双枪真的不能换子弹。哦，快点，打死他！哇，血！这边一个，快死啊！都死不了，杀伤力太小了，是吧？快那个。啊，挂了！真的不是我在讲，真的有够刺激，这个真的有够刺激。哦，散弹枪哎，散弹枪这个要自己上膛的，这个。来，我们先蹲着。爽爆了，爽爆了！哦，快！散弹枪！啊，上膛！啊，线！有上膛，哦，散弹枪猛！有没有看到盖散弹枪是自己上膛的？你看，这个真的超有真实感呐、啊！等一下，帮队友来了，快！啊，没子弹了，小枪，快点！快走！先撤退！没子弹了，先撤退。哦，快！我现在没有来不及帮散弹枪装子弹，我们先装。哇，挂了！该死的 ，AK。我这是远方用点射的，看看。这样根本就看不到哪边是敌人呢、啊。那边一个，好多人哦！又少的，不管了，三七二十一，他们人太多了。而且超乱，用这个挡，快！哦，队友一直挡路，这边一个，哦，挂了 ，AK 的后坐力超大，这边一个，哦，死了，快点挂了，哦，杀蛮多人的嘛。
啊！哦，我正中心脏，血哦，又是这把，我、哦、老天哪、啊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！快快快快，跑前线支援，队友滚开！我是在大肆扫射，架枪啊！快扫射扫射远方那边！哦哦！那个快快扫他！好、哦！扫啊，这个就是要扫啊，爽啊！对我没有压枪真的是没法打到人，我不用这把了。小刀，小刀，来来来，近战，近战，这边的，快点快点，吃他，你，这，啊，血，哦，哎，哦，帅，这把没拿过，哦，这把，哦，帅，这把是什么？我突然忘记了，好像是什么牛式的步枪的样子，我忘记了。哦，有，哦，又赢了，耶、yeah, ！胜利，又是我杀最多人，27个。小李飞刀，哦，我靠，没丢太远了吧？好爽啊！爽爆了！哦，锁弹，哦，刚才双锁弹都忘记了。我们这边把插销拔掉，来，那个你刚才蛮努力的，我们这边送你一颗。这我没有怪啊，他只给我们一颗手榴弹哎，没有给我们什么烟雾弹之类的吗？哎呀！哦，你们刚才太努力了，我真的非常。你这是怎样啊？哎，我在这个可以把人家弹夹拿走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把他弹夹拿走，我快笑死了！哦，他血这么硬哦，哎，死不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能拿他的枪哦。等一下，这把枪的弹夹在后面。我有没有什么武器之类的？啊，应该是没有。好了，赢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太好玩了，真的太好玩了，帅哥。啊，情不自禁。啊，太帅了。哎，你人呢？你不用这样拒绝我啦。你看你有多帅。拿着枪。哦，我把你的弹夹给偷走了。哇，秒装弹夹。嚯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！又装了，我就你装多少，我猜多少。哈哈哈！你也是，我把你弹夹拿走了，怎么样？看要装哦。哎、欸，装多少我就猜多少。你有意见就是，你有意见吗？我现在正在玩你的眼珠子，你又能怎样？我猜你也是又装起来了，很厉害，就是哇，装得太快了吧？看，哎呀，好啦，不闹了。今天这个 Polo VR 的枪战游戏就差不多到这边，希望各位喜欢。那后面可能应该也会剩 AI 跟 AI 玩，要先等我的枪法都练熟之后。我才会去跟真正的玩家玩，真的要先练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是去那边给人家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战机在欺负 AI 是算蛮厉害的，不过我去跟真实玩家，应该就是换我被欺负了。那我目前刚才是24嘛，这场是杀27个，有杀那么多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啦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希望各位喜欢这个游戏。杨老师喜欢的影片可以帮我赞，那如果是新来的观众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一遍。
那么在下一章的 Polo VR 再见喽，拜拜。